熊二，你来了。自己了。想我了没？熊二，我刚下飞机就立马赶了过来，就怕你等着急了。姐姐，有没有想我？这次出差真的好累哦。熊二，走，咱们回家啊。名尾号6758的副卡信用卡，29日19时28分于丰城白马 KGV 消。洛小姐，据我所知，手机在国外会变成嘟嘟嘟的声音，不会有彩铃。你在美国那边要注意身体，早点回来。这边的公司还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回来处理呢。志景，美国那边不是白天吗？你怎么还开着灯啊？现在外面太热了。然后我就把窗帘拉上了。熊儿，晚上想去吃点什么？你把你从美国飞护城的机票给我吧，我拿去公司报销。这个还用麻烦你吗？回头我让公司财务报销一下就好了。可我想看看你的机票。哎，我给你找一下啊。机票可能落在飞机上了。哎，没事，不就是一张机票吗？报不报销的无所谓了。我有所谓。萱儿，我累了，我们回家再聊吧。熊儿，你听我解释啊。若雪，知景回来了。若雪，是，我是没去美国，但是我是在国内谈成了一笔生意。下个月不是爷爷生日吗？我是想给爷爷和你个惊喜，改变爷爷对我的看法。当初你和我结婚，爷爷就不同意。这些年，爷一直都瞧不起我。我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所以我就自己带人去谈了这笔生意。你要是不相信，你明天可以去张姐那里看签的合同，光流水就上亿，爷爷看了肯定很高兴。那下不为例啊。哎，绝对下不为例。雪儿，来来来来来，爷爷要是看到我谈成了这笔生意，他肯定对我刮目相看啊。没事，我什么？我马上过去。怎么了？老爷子是突发心梗，必须马上抢救，你们去办手续吧。嗯。放心，有我在。住院手术先交10万押金吧。帮我交20万。多的最后再退，我是不想看你来回折腾，反正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爷爷治好啊。璇儿，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在你身边好好照顾你的。
去年我们做的那个生意怎么回事？还用那么多钱？您就来了，辛苦您来送爷爷，真的像传说的一样冷酷。陆璇，姐。陆璇，我代表闵氏集团来送洛爷爷最后一程。感谢您能来。我是袁总。请问一下，洛家在严氏集团的股份你打算怎么处理？还有以后的运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闵总放心，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早就？看来还是严总厉害，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怪不得严氏集团近年发展的这么好。明熙，谢谢你来看爷爷。洛家的基业还有我太太，我都会处理好的。白佳佳，安排闵总入座。各位叔叔阿姨，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爷爷的追悼会。洛璇这些天很辛苦，作为丈夫的我看着很心痛，但是有了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会陪她一起度过这次难关。佳佳，是洛天恒资助你上的大学，在他的引荐下你一步步成为严氏集团的副总，今天你忙前忙后，也算是不枉洛老爷子对你的一片苦心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佳佳，你对知景的情谊奶奶心里明白，想当年奶奶一个人从东北来到这丰城，要是没有你身上这点劲儿，怎么可能带着严氏集团走到今天这个高度？不过我要提醒你，知景这个孩子有点贪玩，都是我给惯坏了。不过这个孩子孰轻孰重，他是分得清的。现在严氏最重要的是跟洛家联合，拿到洛氏的继承权。这样我们严家才能和闵家平起平坐。这个女人怎么又去讨好严家奶奶，搞得她好像女主人一样。严家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知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璇儿，不光是对洛璇，就算是我说的是就算啊，就算是雪儿出点什么事儿，知景也必须跟他家做联姻，也轮不到你。不过各位请放心，我和洛璇一定会担起两个集团的重担，不会让集团在运作上出现任何闪失。我在这里代洛璇向大家保证，如果在此期间跟在座的各位长辈在生意上出现任何问题，请大家都直接找我，我一定带洛璇马上解决。逝者已逝，生者如斯。洛爷爷德高望重，他的突然离开会引来很大的变故，要有心理准备。我知道，好多事情一下子都没人做主，幸好有知景和佳佳陪着我。再好的关系都得分清你我，你的就是你的，要懂得和人保持距离。爷爷
希望你在天上也能看到我们这些晚辈把家族的生意发扬光大。如果不是知情，我一个人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你对知情有什么误会，但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聊这些。以后洛氏集团还需要你多多帮衬。肯定的，这个你放心。多多保重啊。这里我会安排人收拾，你是想先回家休息，还是我带你出去散散心？严总，公司下午有一个创意投标会，时间快来不及了，要不我找人把姐姐和奶奶送回去。我想先回家收拾一下爷爷的遗物。志景，你安排人送奶奶回去吧。萱儿，你自己能行吗？洛泉，我送你吧。我自己可以的。没事，顺路。严总，我们走吧。灭邪，当着我的面献殷勤是吧？你等着，等我继承了洛家的产业之后，看我怎么收拾你。走吧，严总，要迟到了。在故事的两端，把一件事深究两遍，那一隐约越享受感觉。我去卧室看看。这样相识到眼前，谁说的话再说一遍。这是我最喜欢的戒指，你们以后谁抢到了，我就嫁给谁。嫁给我，嫁给我，嫁给我。白佳佳，他怎么会发来信息？爷爷的密码应该是小璇的生日。怎么样，爷爷？我是不是比您的亲孙女儿一点都不差？你拿爷爷手机干嘛？没什么。你怎么能随意翻爷爷手机呢？把手机给我。洛璇，你冷静点。你把手机给我。你把爷爷手机还给我。洛璇，洛璇。各位不好意思，洛小姐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要不然你们改天再来。我们是实在没有办法，对啊，才来找洛小姐的，要么您去再给她说说。是她再晚我们工作都没了。洛小姐，洛小姐，洛小姐，既然您家里有事，我就先走了，改天再见。阿七，这是洛老爷子的股权继承合同，您看一下。你们找我是公司的事儿、是啊，公司的事儿你们找知景就行了。陆小姐，我们找您就是要反映严总的事。对不起，洛姐姐，知景哥哥对于你是锦上添花，没有他你一样是洛家的大小姐，但是对于我就是必需品，他是我能留在这座城市的门票，
有了他，我就可以和你平起平坐了。志景哥哥，我给你熬了点粥，你先吃点吧。洛璇给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叫我？我也刚睡醒，没看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搞的小动作啊！你先在这休息一下，我先去把账结了。刷我的卡。您好，您这边一共消费16200元，请问是扫码还是刷卡？洛璇，可怜你一直被蒙在鼓里。刷卡。今天我白佳佳就做一回善事，让你知道你身边的男人根本不爱你。我当时真的喝多了，不然我惹这位姐姐对我有什么好处？老爷子没了，现在是关键时期。洛雪那边我也哄得差不多了，他也答应把洛氏的股份转给我，这个时候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哦，对了，明天这套房子直接过户给你。可是这个楼盘不是我们跟洛家一起投资的吗？而且洛家是大股东。只要你不再给我惹事，明天董事会一通过，洛家的不就是我的了吗？喂，璇儿，你找我啊？啊，我刚才一直开会呢，刚忙完。你在爷爷家签继承合同。好，我马上过来。嗯，好。既然您已经签了字，从现在开始您就是洛氏集团最大的股东了。如果以后您还有其他方面法律的事务，随时联系我。谢谢你啊，王律师，辛苦了。跟洛老爷子合作这么多年，应该做的。您休息。嗯。哎，王律师，洛氏集团的继承合同签完了？哦，已经跟洛小姐交接完了，具体的事宜你还是问他吧。辛苦了。应该做的。你不能把股份就这么转让给他们，你转让给他们，我们不就都回家去了吗？严总还没有正式接管公司，最近岗位已经开始频繁交换了，尤其是我们财务部还有他们法务部莫名其妙来了几个新人，就让我交账。财务这么大的事情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是不会轻易交出去的。哎呀，老爷子走得这么突然，我们说来问问阿七，他们都说您同意让严总接管公司，所以我们叫阿七带我们来见您。他们都是公司的老员工了，而且负责的都是各个重要节点，老爷子还在的时候非常器重他们。嗯，还经常叫大家来家里吃饭。各位放心，先回去安心工作吧。爷爷虽然走了，我还在。我是跟知景讨论过公司后续的安排，但是还没有做最终的决定，等这几天董事会开完后再说吧。哎，好好的，那我们就走了。那您先休息 你多休息啊。先休息啊。严总。璇儿，事情都处理好了吗？嗯，刚签完股份继承协议。阿七，把东西收拾一下。璇儿，累坏了吧？这段时间压力这么大，还要处理公司的事。以后你就安心做我的好太太，其他的事交给我啊。洛氏集团股份的事，我想重新考虑一下。明天的董事会推迟吧。什么？你这转让协议怎么失效了呀？我刚才去财务签手续，让财务给兑回来了。说是我们公司现在没有权利签转让协议，你这什么意思？给我开空头支票！不是，你说话呀，你给我个解释，你说清楚。他要反悔，不想把股份转给我。他说他要去见赵叔，聊股份的事。爷奶奶知道这个事情吗？
小姐，小姐。他现在情况相对比较危急，而且血液压迫了神经，暂时不知道什么是危险，需要观察，大概就在那。有什么问题找我。医生说他现在情况很危险，头部受到了猛烈的撞击，造成颅内出血，需要马上进行手术，耽误手术的话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如果医院找不到家属，医院就没法给他做手术。可是不签字的话，不是不签字，是找不到人签字。好了，赶紧走吧，公司还有事儿呢。走了，严总。还没联系到病人家属吗？我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是无人接听。接着打电话。志杰，你在哪里？洛璇，你醒了。你是？我是米总的助理林渊。这里是闵氏集团旗下的丰城来福士医院。你车祸后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医生说你能醒过来算是个奇迹了。你可能不知道，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董事长，我们已经尽全力给洛小姐做手术了，至于洛小姐什么时候能够醒来，这就要看洛小姐求生的欲望到底有多强烈了。你得早点醒过来，再晚一点就一切都完了。要不是我们闵总签了字，你可能连手术都做不了。是闵熙救的我。是的，陆小姐。当时我们刚好到医院，恰巧看到闵总和白佳佳从门口走出来。闵总，要不要下去打个招呼？病人家属，那怎么办啊？他现在情况很危急啊！不用等了，他不会有家属来的。那洛氏的股份呢？为什么洛家人不在这里？阿七呢？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你在洛家的股份被转移走了。我们封锁了消息，除了我们没有人会来看你。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我们只是想要救你。谁让你们救我的？你们为什么要救我？爷爷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没有了，洛氏的股份也没了，连言之久都要抛弃我，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就这么死了算了？你要把你爷爷一辈子的心血拱手相让给背叛你的渣男吗？你愿意看到你死后严之景带着那个小三逍遥快乐的生活吗？洛爷爷一辈子的心血在你一念之间化为乌有，看来我确实救错人了。庆幸的是，你现在终于知道了严之景的真面目。现在除了我和林渊、林安，没有人知道你醒了。现在也是他们最肆意妄为的时候，你要趁现在尽可能收集一切有利于你的证据。李伟号6758的副卡信用卡，29日19时28飞于丰城白马。现在外面太热了，我就把窗帘拉上了。我刚下飞机就立马赶了过来。也许是爷爷冥冥之中在保护着我，也许是老天安排敏熙来救了我，但不管怎么样，我算是捡回来一条命。既然我活了下来，就一定有让我活下来的理由。严之景、白佳佳，你们等着，我洛雪一定会把所有属于我洛家的东西夺回来。自从洛老爷子离世，洛氏集团内部一团混乱。虽然现在表面上我是洛氏集团最大的股东，但是难以服众，不能马上进行人事调动，容易引起那些老头子提高警惕。反正现在洛璇在医院昏迷不醒，洛家和严家早晚都是你的，不行就拖，拖到他们看不到希望。我就不相信那帮唯利是图的老头子们会反对你。你最近有没有去医院看看洛璇？她是不是还在昏迷？昏迷啊，我前几天刚去看过她。知景哥哥，你放心，即便是醒了，我能让她昏迷一次，就能让她昏迷第二次。严总，怎么了？没事，你继续。知景哥哥，外面怎么了？一会儿你去看看洛璇，是不是还在昏迷？明天吧，我一会儿得去看看奶奶。洛璇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老太太都没人陪，我得替你多陪陪奶奶。即便是醒了，我能让他昏迷一次，就能让他昏迷第二次。喂，奶奶。啊，对，我叫公司呢。您等我一会儿，我马上来接您。哎，好好好。好。啊，对，最近也在公司呢。他说晚上找我们一块吃饭呢。有什么想吃的吗？我让姐姐给你带来。哎，好好好。可以可以。我跟他说。好嘞。哎，小马，你让刘家送只鸡过来给佳佳补补身子。奶奶平时最看不惯白佳佳了，这是怎么了？
奶奶，你吩咐我的事儿我都已经办好了。洛寻现在昏迷不醒，知景哥哥也当上了洛氏集团的代理董事。那我什么时候能光明正大的和知景哥哥在一起啊？佳佳，你再等一等，等我牢牢的把洛氏集团掌握在我们严家手里，我就让洛璇和知景离婚。好，奶奶，你对我最好了。哎呀，我手机忘带了，不行，我得回去拿去。我怕知景给我打电话。好好好。奶奶，晚上我给你做到我的拿手菜，知景哥哥之前最喜欢我做的狮子头了。你都怀孕了，还做什么饭呢？严奶奶。哎，敏熙。严奶奶，下午好。哎，什么风儿把你给吹来了？这不是刚回国吗？想在您家附近买栋别墅，跟您做邻居，也方便跟严总一起聊聊业务。哦，那太好了。房子看好了没有啊？还没呢。您是不知道，您这别墅区太大了，我都快迷路了。奶奶，你一会儿有事吗？没事的话带我到附近转转呗，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没事儿没事儿，我现在啊就带你们到附近转转去。闵少爷，您还记得我吧？在洛爷爷的追悼会上。你不是严总公司的人吗？怎么在人家家里？他呀是特地来接我出去逛街的。小二不是生病了吗？住院了。我这个老婆子也就没人管了。知景啊他孝顺，特地让他们公司的员工来陪我的，怕我无聊。严奶奶，你看那东西。您说那几套户型有泳池吗？那面的户型啊是没有泳池的，有泳池的都在这边呢。哦，您姓白。你不是严氏集团的副总吗？怎么亲自来陪严奶奶？奶奶，那我们看那边吧。好，这一集团怎么会突然来找奶奶？这不像闵熙的做事风格，难道落雪？奶奶，既然有明佐陪您，我就先不陪您去逛街了，正好公司有点事要处理，我先回去处理一下。好的，佳佳你去吧，去忙吧。这套就有泳池，这面的户型啊都有泳池。白佳佳已离开，速回医院。那边的户型啊都是没有泳池的，这边的户型都是有泳池的，我带你去看看去。行行行，那我们去看那边的。就这儿了。对，这个户型啊就有你说的游泳池。来，你可能我们进去看看去。封城的大小姐会混到这种躲躲藏藏的地步，可能连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都赶不上。没错，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可私下所经受的。林总，只有自己知道。洛璇，我来看你了，好点了吗？看来是我们太敏感了。洛璇，你就在这儿好好躺着吧，你的一切都会是我的。洛小姐，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干了什么事儿？哎呀，你少说两句。你没去，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我，谢谢你们，今天要不是你们，要不是我们，你早就被他们堵在院子里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要不是我派林渊跟着你，
真不知道你会捅出什么乱子。记住了，不要再去打草惊蛇，现在我们要一步步搜集证据。走，我带你去个地方。他走了，万一那个白小姐回来怎么办？你躺这儿。林安，这里是一个秘密的画室，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我让林安查到了严之景和白佳佳他们私会的住处，就在对面亮灯那个房间。我把这儿买下来了，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我给你备好了洗漱用品，里面有卧室可以休息。你为什么要帮我？严之景，我不喜欢。老大，目标出现。在我昏迷的时候，曾经无数次想象过严之景出轨的画面，以为自己可以坚强地面对。可就当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还是无法平静。也许这就是一个女人深深爱过之后的样子。你要干嘛？证据已经摆在眼前了，我现在就要离婚。洛璇，你冷静一点。他现在巴不得跟你离婚，但是现在离婚了，你肯定会后悔的，因为你失去的远比你想象的多。你不要忘了，洛氏集团里你不是孤军奋战，除了我，还有几位一直跟随爷爷的董事，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你是说赵叔？我们已经有了洛天恒给洛璇 20% 的股份，但你想要成为实际控制人，还需要至少 30%。 只是一个代持的协议，其他股东可以不认的。那我们就需要拉拢其他的股东了。刚才赵叔给我打电话了，他表示支持我们这边。赵叔？他不是洛天恒的合伙人吗？他们关系可不一般，就算其他股东都支持我们，我觉得他都不一定。你别把所有人都想得这么伟大好吗？在绝对利益面前，那些唯利是图的人都抵不住诱惑的。我才是掌握丰城商业帝国的继承人。可即便有了赵叔那 20% 的股份，加上我们 20% 股份，那也还是不够呀。米西，奶奶跟我说了，在洛璇生死未卜的情况下，闵氏只有跟我们强强联合才不会被淘汰，不然到时候我掌控了洛氏和严氏，就算他闵氏再强，也抵不过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对付的。就昨天，闵熙带着那俩跟屁虫突然来找奶奶，说是要跟你做邻居，方便你们做生意，我还以为是洛璇醒了呢，吓得我。这个闵熙果然很狡猾，知道我们严家现在奶奶最重要，直接绕过去找老太太去了。我这就去会会她。您好，这边请。闵总，休息还忙工作？来，尝尝这个。怎么，不喜欢？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奶奶开的火锅店，
旁边的那家包子铺，你最喜欢吃的这个。严总今天不是来找我叙旧的吧？那我就明人不说暗话了，我想要你手里洛氏的股份，10%就行。我给你严氏10%的股份，这样闵氏在三大家族都有股份，何乐而不为呢？20%。我只要你10%，你管我要20%，这不太合适吧？今早开盘的时候，你们两家的股价都有下跌。现在洛家的市值是你们严氏的2倍。原来这个家伙早有准备，我还真是低估他了。不过，这样算倒也不亏。这生意不亏，只要你得到我这里的10%，加上你们严氏集团持有的洛氏股份，你和洛璇又是夫妻。在洛璇昏迷期间，你就可以掌控整个洛氏集团。想必大家都知道，我妻子洛璇还在医院昏迷不醒。爷爷去世后，公司内部有些混乱，洛氏集团不能群龙无首，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掌控局面。按照集团惯例，我们投票表决，得票股份大于等于50%，就会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好吧，咱们开始发表意见吧。那就先从明总这开始吧。既然严总作为洛家的女婿，自然有资格成为公司的话事人，我没什么意见，听听大家怎么说。我认为现在决定谁掌权这事儿还为时尚早，咱们再等等吧。啊，洛璇现在还在昏迷，但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醒过来。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咱们再议也不迟，集团利益不差这几天。可是洛璇他还在。天恒刚走，玄儿又遇见这种事儿，咱们在这儿就这样把公司让给别人了？这是要让洛家绝后啊。赵叔，怎么就绝户了呢？玄儿是我妻子，她现在还在医院昏迷，我来代她管理公司不是很正常吗？严之景，你姓严不姓洛？想当年我跟洛天恒打天下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你们严家这几年发展是不错，娶了玄儿是你们严家走的最漂亮的一步棋，但是只要玄儿一天还活着，你在我们洛氏永远是外人。今天我不投票给你，我看看哪个瘪犊子敢站出来为你投票。这个老不死的，敢摆我一道！
我都说了不要相信他，他肯定会向着洛家的。不过这个老东西倒是提醒了我们一点，只要洛璇一直昏迷，那你就是代表洛家的唯一人选。凭什么你洛璇一生下来就高高在上？凭什么你可以不用努力就能得到一切？凭什么？我白佳佳就是要打破这个固化的阶层。今天过后，洛氏集团就是我跟颜之景的了。小刘啊，八号床的病人换药了。洛璇。洛璇，洛璇，你记住，是我白佳佳亲手让你和爷爷团聚的，你不用感谢我，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志景哥哥的。怎么样，洛璇还在昏迷吗？他这次要永远昏迷了。我亲眼看见他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怎么了？舍不得你老婆就这么走了？怎么医院还没给我打电话？现在是晚上，值班的医生可没你想的那么负责。志景哥哥，准备怎么感谢我呀？老大，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洛老的手机也修好了。洛璇，所有的证据都在这儿呢，你不用再躲躲藏藏的了。洛爷爷的手机已经修好了，上次不好意思。老大，诏书已经准备好了。时间差不多了，颜之景很快就会收到消息。喂，赵叔。洛璇他怎么了？志景哥哥，你什么时候可以名正言顺地娶我呀？喂，赵叔。洛璇他怎么了？好，我马上到医院来。洛璇怎么了？
这个老家伙让我马上赶去医院，虽然语气很着急，但对我还是很恭敬的。这帮老东西，什么同生共死的都是屁话，眼前的利益才是真的。你等我消息。洛璇，知情，你怎么知道我醒过来了？赵叔告诉你们的。我昏迷了多久啊？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了？你好像看到我醒过来很惊讶的样子。啊，不是，你昏迷了这么久，怎么突然说醒就醒了？我也不知道啊，感觉有人在我旁边摘掉了什么东西，然后呼吸就特别顺畅，然后我就醒过来了。后来医生和护士都来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我死了呢。啊，璇儿，你刚醒过来，身体这么虚弱，你应该在医院好好休养。哎，这个赵叔也真是的。严总，我刚打电话还说呢，玄儿这边有消息了，本来啊打算给你个惊喜，没想到你先到了。是啊，醒了就好，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吓得我赶紧赶过来。既然玄儿已经醒了，那大家就没有必要纠结谁掌权了，是不是严总？玄儿，你也累了吧，你先带他回家，严奶奶也想你了，这后面的出院手续我来办。那麻烦赵叔了。你们小两口好好过啊，别再让我这个老头子再为你们操心了啊。哎呀，你去哪儿了？我正给佳佳打电话问你去哪儿了。怎么给佳佳打电话呀，奶奶？洛璇出院了，我是去接她。佳佳是公司副总，不是我秘书，你不要什么事都说。奶奶，我好想你啊。璇儿，我也好想你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晚上想吃什么，奶奶给你做啊。只要是奶奶做的，我都想吃。我又回到了这个家，这个曾经我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喝点橙汁。现在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最近真的是辛苦了，更像是不良陷阱。来，多吃点啊。明熙说的对，跟任何人都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既然我回来了，就得把这个距离再拉回来。对我是安全的，对你们是危险的。就这么离婚太便宜你们俩。既然我回来，就让你们看看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老大，难道洛小姐才是你这次回国真正的目的啊？哎，怎么问题那么多？我，老大，现在洛小姐就没有危险了吗？用不用我继续守着？暂时不用，严家还得反应几天呢。你们俩也辛苦了，回去好好歇歇吧。后面还有硬仗要打呢。
对了，嗯，有一个升职的机会，你们，哎，选我，选我，选我。严志敬，你什么意思？不接电话不回消息，你是准备当上继承人就不要我了呗？你要是敢跟我玩失踪的话，你信不信我让肚子里的孩子一起失踪？不说话是吧？你倒是跟我说清楚啊，你把话说明白，你倒是给我解释。你他妈闹够了没有？知情，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佳佳，你没死？说什么胡话呢？我不活得好好的吗？让我看看要不要去医院，现在医院那边我可熟了。没事，我就是跟严总在公司里起了点争执，没关系的。这样，知景，你也别生气了。好久都没有吃到你做的水煮牛肉了，今晚你下厨好不好？你就不能让张阿姨去买吗？外面买的哪有你做的好吃啊？行，我的好老婆，我这就去给你买最好吃的牛肉啊。嗯。难怪严之景一直不回话，原来洛璇没有死。不过看来他还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能打草惊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亲眼看见他没心跳了吗？我是亲眼看见的呀，包括之前每次去看他，他都在昏迷，不可能突然醒来啊。好在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只能哄他。把洛天恒留下来的股份转给我。那我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难道就不算你们严家的人了吗？你别急，老大，和王总合作的项目他非常满意，他也希望能够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抢占市场份额。我们之前投资的视频直播方面的项目都已经播放量过亿了，老大你看要不要追加投资？喂，洛璇。奶奶昨天晚上给我讲了一个新的计划。洛璇回来并不影响我继续转移洛家财产。你等我弄得差不多了，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啊。奶奶奶奶又是奶奶，你怎么什么都听她的呀？什么时候能有点自己的计划？你都听到了吧？在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转移公司财产，这肯定构成犯罪了，你现在切记要稳住，先收集他挪用公司财产的证据，不能让他毁了爷爷的心血。怎么样，爷爷，我是不是比您的亲孙女儿一点都不差？洛璇，喂，洛璇，喂，洛璇，你在吗？喂，志景哥哥，你有没有觉得敏熙对洛璇有点意思？我看他之前多少有点故意献殷勤。这个。奶奶跟我说，敏熙和洛璇好像在谋划什么，好像是针对我们严家，我们需不需要做点什么？这个你放心，有奶奶在，什么都不是问题。
你好，您点的外卖吗？我该回去了，不然洛璇该起疑了。洛璇，这种粗活怎么能让您来呢？我，哎，我开门去。少爷回来了。璇儿，我把牛肉买回来了，你看。严总，哎呀，洛璇，你拿着刀干嘛？这些粗活累活你交给下人去做不就好了？哦，你原来是想亲自给我切西瓜吃啊？哎呦，这大西瓜，严总，西瓜选的好啊。明总今天来家里，是有什么事吗？我来找你们家洛璇谈点生意。我们先失陪了。你那天把手机扔出去，就是因为看到了白佳佳发给爷爷的照片。当时我是怕你受不了打击，现在你亲眼看到了他俩的事，到时候出庭，手机上的这些照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肯定是他和白佳佳害死了我爷爷。仇恨越大叫越赢。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去撕破脸毫无意义，反而会让他们警惕。我们也不容易找到更多不利于他们的证据。你要记住，你是洛家的孩子，洛家的孩子不会这么冲动的。哎呀，严总，哎呀，我来就行了，这么客气。来，坐。严总，你不会已经知道了吧？知道什么？刚才啊，不是有意逗你们家洛璇的。毕竟这是一个赚钱的大项目，我可不能拿咱们家族之间的感情来做筹码吧。什么项目？我看看，帮你想想办法。明总本来打算和我们洛氏合作一个大项目，但是爷爷刚过世，我又不熟悉公司的业务，所以来和明总商量一下项目的细节。明总，吃块西瓜，待会儿尝尝我做的水煮牛肉，今晚可不许走啊。明总，好不容易来一趟家里，来，不用客气，吃。目前看来，这么大的项目还是只有你们洛氏接得住啊。我一直也没有接手公司的业务，特别是你们闵氏这么大的投资项目，我肯定做不好的。哎，我可以帮璇儿照看着呀，毕竟咱们严氏也是有这个实力的。可我们之前都没有合作过，闵氏集团一直也都是跟洛爷爷合作的，况且还是这么大的生意，没有合作基础
我还真不放心。我跟知景结婚之后，很多实业方面的业务都转到严氏那边，让知景负责。我们洛氏也就负责一些投资、担保、监管之类的。这么说，洛小姐是非常信任严总了。严总，这么好的媳妇，你可不能辜负她。换作是我，我得天天供着，这就是个财神爷。来来来，敬你和夫人一杯。来，来，明总，别客气，夹菜夹菜，来。哎，你们投资的项目是什么？投资的规模有多大？AI 无人驾驶的新能源车项目，项目规模也就在5亿左右吧。啊，明总，哎，你看，洛爷爷肯定希望看到我和洛璇把洛氏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项目最合适不过了，咱们要是合作，那肯定是双赢。哦，不不不，三赢三赢，你觉得呢？回头再聊吧，先吃饭。好好好，来，明总，期待与你合作。璇儿，来敬明总一杯。嗯，来，明总。哎，明总，慢走啊。明天早起还有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方便的话，顺路带我去趟爷爷家吧。哎，璇儿，我送你去，别耽误明总明天的事儿啊。没事儿，顺路。哎。看样子真如白佳佳所说，敏熙对洛璇是真的有点意思。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呀？洛璇呢？刚才敏熙来家里吃饭，吃完饭两人一起出去了。不过后来敏熙打算和洛氏合作的项目有要给我的意思，流水估计5亿。5亿啊，都5亿了，你吃哪门子醋呀？别说是两个人一起出去，就算是两个人真的有那个啥，你也得装着没看见呢。哎呀，你可是没过过苦日子，奶奶年轻的时候呀，你曾爷爷能因为两个馒头把我给卖了，你这个呀都不是事儿。再说了，佳佳已经怀了咱家的孩子，这洛璇呀就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把洛家的股份拿到手，让我们严家成为丰城的第一大家族。这洛老爷子呀，一辈子的心血都在洛璇手里了，这点气你都受不了？嗯，哎，没点气量还想做丰城的首富？你呀小崽子，你还嫩点儿。人可以不要，但是洛氏集团非我严家莫属。佳佳，嗯，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发现知景出轨了，这是他出轨的证据。不会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结婚这么多年，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从来没有想过知景居然是这样的人。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佳佳？你可得帮帮姐姐，我现在只信得过你了。嗯，好。怎么不打开看看？啊，好，打开。
放心吧，我帮你。没想到这摄影师还真厉害，抓拍得很成功。拜托你了。严之景，你跟我说清楚。不接电话是吧？行。白总，严总呢？米氏集团的人。你算什么东西？你敢跟我抢男人？白总，你这是干什么？我这是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你惹谁不好，你偏偏惹到我头上。今天就打死你，让你知道什么样子才叫对。你跟我抢男人。白总，你照顾见没有？我长得什么样子啊？啊，争得过我吗？再确认一下。打死你今天，算什么？白小姐，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啊！放手，这可是在公司啊，不要动手。你算什么呀你？这是我公司，关你屁事！你想跑是呗？你跑得掉吗你？跑，打死你！你非要打死你！林总。我听说合同你已经派人送过去了，我马上就到公司了。下次合作？为什么？什么？林安被打了？严总，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给个说法吧。真是抱歉啊，明总，我会好好管教他们的，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说法。贵公司如此混乱，还有人敢在工作期间打架斗殴，这样的公司换你还合作吗？明总，这种事情也是头一次在公司发生。头一次。白佳佳、江鱼儿，你俩寻人事不叫辞职信，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经不是集团的员工了。严总，能不能别开除我？你凭什么开除我？严之景，如果这一次因为你们公司受到了损失，就不是开除你们这么简单了，滚！看什么看？不用工作了吗？林总，这个处理结果还满意吗？严总确实是一个杀伐果断之人。既然严总身边的女秘书总是惹事儿，那我就把林安安排到你这儿给你当秘书。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老大，林安可是敏熙身边的大红人，敏熙既然把林安安排在我身边，肯定是想和我合作，派个人盯着项目。严总不方便的话就算了，我也不是喜欢勉强别人的人。哎，明总，我身边正好缺个得力干将，就让林安在我身边做我的秘书吧。林安秘书，赶快办入职吧。哎，明总，那项目回头再说。敏熙今天来公司谈了上次说的项目投资的事情了。嗯，中间出了点小状况，没有继续谈他就走了。嗯，玄儿，要不你约一下他，看他什么时候来家里，
我给他做水煮牛肉吃。我听说你今天把白佳佳开除了。啊，是。当时我没在公司，他没处理好这事，我回来一生气就把他给辞了。佳佳是我的好姐妹，你怎么能说开除就开除呢？璇儿，你渴吗？我去给你倒点水吧。你明天把佳佳叫来家里吃顿饭吧。你这么说开除就开除的，我得替你安慰一下她呀。这不太合适吧？毕竟她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璇儿，那好吧。那米西那边的事儿，等明天佳佳来了再说吧。佳佳，听说昨天知景把你开除了，你可别生他的气，他肯定是在气头上才这么说的。你怎么光吃这些啊？来，尝尝这个螃蟹，特意为你准备的。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不怪严总。我替知景给你赔个不是，知景就是这个脾气，也就我跟奶奶能够降住他。这到了外面，他也不是所有人都放在心上的。来，我们俩干一杯，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好吗？怎么不喝呀，佳佳？是不是还在生你姐夫气啊？太凉了。也别光喝酒了，来，吃菜。来，奶奶，尝尝这个螃蟹。特别好吃，志景也吃。佳佳，来，这是今天特意为你准备的，尝尝我们家张姐的手艺，特别好。其实休息一阵子也好，正好我刚出院，也需要多出去走走。就是啊，从明天起啊，你就陪璇儿多出去走走，就当是出门散心了。好，那我就多陪陪姐姐。好啊，哎，那我们明天去爬山怎么样？后天可以去攀岩，大后天我有个特别想去的蹦极，哎，我们可以一起去啊！佳佳，你还怀着孕呢。佳佳，你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都不告诉我？孩子的爸是谁啊？怀个孕都能让你支支吾吾，说明这个男的他根本不爱你，是个渣男。佳佳，你条件这么好，又这么年轻，这么优秀，你可别因为这样一个人耽误了自己。不然这样吧，我陪你去医院把这个孩子拿掉，好吗？我认识这附近一个特别好的妇产科医生，今天过去应该还来得及。奶奶，若璇，闹够了没有？佳佳怀的就是我们严家的孩子，怎么了？佳佳怀的就是我们严家的孩子，怎么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是因为你刚出院，没好意思告诉你罢了。你的孩子？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住院的时候，是不对。那就是我住院之前了呗。
你跟知景那么长时间，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哦！你不怀孕，也不让别人怀孕。奶奶，你少说两句吧。既然奶奶也赞同自己的孙子出轨，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严奶奶，曾经我以为除了爷爷和知己，他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跟我特别像。可直到今天，我终于亲眼目睹，在孩子面前，我在他心里原来什么都不是。既然这样，那对不起了，从今天开始，我跟你宣称。我怎么不记得我签过这份协议，严总？你在医院昏迷这么长时间，没人管理公司，洛氏还有这么多项目等着签字，我也是无奈才这样。这份协议的签署不是我本人的意见，严之景擅自违背我的意愿签署公司协议，我提议罢免他的代理董事长职务。不知道各位长辈有什么建议？考虑到协议的真实性，罢免严之景没问题，但是谁来顶替洛老爷子的位置呢？贤儿是洛家唯一合法继承人，我建议由贤儿顶替。这些年一直都是严总在帮忙打理洛家的大小事务，我认为还有待商榷。没错，这事儿啊就应该谨慎点，毕竟有关洛氏的未来。其实无论是公司管理还是业务能力，我都不如在座的各位，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多向经书、全书二位学习，一起管理公司。毕竟爷爷在世的时候，二位都是公司的中流砥柱。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还是投票表决吧。同意洛璇当代理董事一职的举手。表决超过半数，在这里我们恭喜洛小姐成为公司的代理董事长。我要忍住，不能被自己的愤怒坏了大事。雪儿，我知道做出这种事情很对不起你，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原谅我？我知道发生这种事本不该求得你的原谅，我也知道我可以原谅你，但孩子的事情你必须处理好。你的意思是让他把孩子打掉？奶奶年纪大了，她一直想抱个重孙子。你非要跟爷爷赞助的大学生扯上关系，你知道这样会对洛氏的声誉造成多大的影响吗？传出去别人会怎么说你啊？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白佳佳，我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你说什么？打掉孩子？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我不能惹洛璇。洛璇让你这么做的，
反正你先把孩子打掉，等这个项目结束咱们再要。打掉孩子可以，给我1000万。什么？要不留住孩子，要不给我钱，你自己选吧。白佳佳，你别得寸进尺，这个孩子你必须打掉。那我们走着瞧。明总，我来是想和明总谈谈项目上的事。我认为严氏集团也是有能力接这个项目的，希望明总给我们一个合作共赢的机会。严氏集团这几年在严总的带领下发展得越来越好了。明总您就别取笑我们了。来，明总，看看在项目上还有没有什么顾虑。不知严总对人工智能的了解程度有多深呢？这个就交给下面的人做吧，我只负责谈业务。毕竟人工智能也是刚从国外研发不久的，国内了解的人少之又少。既然严总不了解这个项目，那我为什么要交给你做呢？这你可以不懂，但你得找一个懂的人来跟我谈合作吧。懂的人？我不认为严氏集团有能力接下这么大的项目。当然了，如果有洛氏集团担保，我也可以跟你合作。林总放心，洛璇那边已经原谅我了，没问题的。你自己考虑吧，我还有事就不送你了。严池景刚找过我，说你原谅他了。你手里已经掌握了他出轨的证据，洛氏也重新回到你手里了，为什么还不跟他离婚呢？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他，我要让他体会到我的痛苦。你就不能放下仇恨，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吗？你不是我，你没体会过我失去的东西，你也没资格要求我。你变了，洛璇。璇儿，大周末呢，还在忙啊？佳佳那边的事我已经处理好了。那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敏熙那边很有意向和我合作，但是他想让洛氏集团做担保。那个 AI 的项目吗？可以啊，我没问题。赚钱的事儿谁不上心啊？但是他又提出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条件。他说要找一个懂人工智能的人跟他谈。我这上哪儿找啊？这个项目国外也研发不久，懂的人都在国外呢。你不是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国外学这个吗？你可以把她叫来试试。不行，她人还在国外呢，就怕她抢我严家继承人的位置，叫她回来岂不是？你等项目结束了再给她送回去不就行了？先解决眼前和敏熙签约的问题吧。哎，璇儿，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要是没有你，这项目我肯定接不到。啊，璇儿，那你先忙，记得休息啊。张姐，帮我把我的早餐打包。白佳佳，你怎么在这儿？谁让你来我家的？哎呀，奶奶做的早餐真丰盛呀，姐姐要不要尝一尝？是夫人打电话让白小姐过来的，说这段时间呀让她在这里养胎。
一个姑娘家，一点廉耻都不知道吗？没办法，母贫子贵。你以为有奶奶罩着你，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吗？奶奶，你还有脸叫？你给严家做了什么贡献？是，你是洛家大小姐，可严家也不差呀。娶你进门不是让你来这作威作福的，让你干什么自己心里没数吗？爷爷当初那么器重，一路资助你读完大学，为的就是你出来能够帮助严家继续发展。你就是这么报恩的？就是因为洛爷爷，才让我看到你们的世界，才让我明白我白佳佳就算努力十辈子都赶不上你。如果能够重来，我宁愿洛爷爷不要资助我走出这个村子，因为我一旦走出来就回不去了。爷爷之所以会资助你，是因为你是当时你们县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你就不能靠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吗？我还不够努力吗？我一步一步做到严氏集团副总的位置，还不是被人家一句话就开除了？我白佳佳今天就告诉你，以后严家的财产必须由我白佳佳一份，就凭我肚子里的孩子。严家我注定了，以后我就安心在这儿做我的严家少奶奶了。你好自为之吧。少奶奶，哦对了，想和我平分严家的财产可以，前提是严之锦是严家的继承人。这怀孕前三个月啊，最关键了，一定不能剧烈运动。奶奶，还要多。奶奶，哎呦，我的大宝贝儿啊！奶奶，我想死你了。奶奶也想死你了。要不是还有学业没完成，我恨不得天天陪在奶奶身边。这个小丫头，这可真甜。姐姐好，我是白佳佳。你好，我那边有些行李，麻烦你帮我送上去，顺便铺下床。是要过去一趟。哎，好吧好吧，你去吧，等你回来啊，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奶奶最好了。这是在外面受什么苦了呀，这么瘦。你可没你说的那么难相处啊。白佳佳，你还敢上家里闹？放开！你在干什么？你给我放手！你给我放开！佳佳，你没事吧？你这个畜生！来，佳佳，没事吧？来，坐下。佳佳没吓着吧？没事吧？干什么？奶奶，他要我拿掉孩子。什么？严之锦，你敢？我这也是没办法，不打掉孩子的话。你给我闭嘴！佳佳的这个孩子必须给我留住，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妥当，以后严氏集团怎么交给你？来，佳佳，不怕啊，奶奶保护你。我这做了半个多月呢，可有名了。
洛雪，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我家，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胡说，堂堂的严家别墅什么时候成了你们家的了？您可以去看看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哼，少拿洛天恒来压我。你和知景结了婚，这个房子就是你和知景的婚后共同财产。严知景和奶，您可以留下。你给我出去。佳佳，佳佳都已经怀孕了，你怎么就没有个当姐姐的样呢？姐姐？我认她，她认我吗？你是想把我活气死啊你！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上吊，我死给你们看！你们够了！我走就是了。佳佳，佳佳，该走的人都走了，咱们也走吧。阿七，你您的药，走。合作愉快，沈小姐。谢谢明总给我这次机会。沈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对新能源领域有了这么深刻的见解。有了沈小姐的加入，不光是这个项目，整个严氏集团啊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活力。知景，让你妹妹回来辅佐你吧，你们兄妹俩联手，我肯定能加上严氏的股票。沈小姐，严氏集团现在缺一个副总，我看你不管是执行能力还是思维逻辑方面都很适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当然了，如果严总不同意的话。明总，公司副总的位置上我已经有合适的人选，银河他在国外还有学业没有完成，等他镀金归来咱们再做打算。AI 项目现在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了，我正好有几个大学同学现在正在做这个项目，如果有需要。今天开会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既然公司的副总还没有定下来，我觉得银河非常合适，就这么定了。知景根本就不是洛璇的对手，只有银河才能让严氏和米氏联手慢慢吞并洛氏集团。你不是怀孕了吗？你不是要打掉孩子吗？这样运动孩子掉了不是更好？你能不能别闹了？因为你，我现在不仅得不到洛氏集团，就连严氏集团我也插不上话。那是你和别人的事情。孩子我可以打掉，但是钱一分也不能少，否则你这两年的事情我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别生气，和闵氏合作的项目我们已经签约成功了，咱们就等着分钱吧。你少给我在这画饼，现在严氏集团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到时候能不能分到钱都还是未知数。我要是看不到这一千万，你损失的可就不止这个数了。找我什么事？看见了吗？转角的那家火锅店是以前你奶奶开的，后来转给了别人。我听奶奶说起过，那是你和严志锦开始的地方。
听说你刚回国就已经签下50亿的大项目，还成为严氏集团的副总，恭喜啊。这不得是你和明总的帮忙，就凭我自己怎么可能从严之景手中拿到一点管理权。其实我一直觉得从能力上来说，你才应该是严氏的继承人。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成为了严氏的继承人，对洛氏的帮助会很大。奶奶叫我回来当副总，应该是为了制衡洛氏。家里出事了吧？我和严之景是同父异母，但是之景的母亲一直让我远离家族企业，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我可以帮你搞垮严之景，但是你要答应我，不能伤害奶奶。要不是奶奶一直护着我，我早就被严之景的妈妈给意外死亡了。你放心，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当然，你的东西我一定会尽力帮你夺回来。那我们就是盟友了，互帮互助。找我？我刚才问了财务，敏氏给咱们公司打的项目定金到了，公司别的项目有资金缺口，能不能先挪用一下定金？公司规定转账这事儿是要我和副总共同签字财务才可以转账的。这次我不能签，你是公司董事长，这笔定金怎么分配你说了算，只要能保证我的项目顺利进行，资金链没断就行。行，那我就不麻烦你签字了，回头我让财务给你打个电话，你口头答应就行。钱收到了吧？你答应我的事呢？什么时候办？明天我就把孩子打掉。严总，这是公司员工上个月的报销款，您看下没问题的话，我拿到财务报销。怀孕了，还能去喝酒，泡温泉。哎，小丽啊，我记得你去年生过孩子吧？想问问你，怀孕了能喝酒泡温泉吗？林安，帮我去来福士医院调一下佳佳的就诊记录，我好帮她抓药安胎。是。奶奶，你怎么来了？听说米氏转过来的定金被转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哥说公司其他项目资金周转不开，就先借用一下人工智能的定金。我劝了他，只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现在这样。这个小兔崽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什么都办不好，还总添乱。白佳佳，你别让我找到你。你给我好好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我在家都听敏熙说了。敏熙，他怎么跑我这去了？你别把话题岔开，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钱给我还上，不然的话，对你、对严家都是个大麻烦。
奶奶，来，你先坐。这个事啊，就是去年那个房地产的项目，缺点流动资金，我就先用定金把那个缺口补上了。哎，肯定不会耽误咱们新项目进行的。别看我平常不来公司，公司有一点风吹草动，我都了如指掌。什么去年的房地产项目啊？我怎么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钱给我还上，不然的话，严氏的股份你一分也别想得到。白佳佳她要打胎，她逼我给她转钱。你就非得要让白佳佳把孩子打掉吗？哎呀，奶奶，她根本就没有怀孕。奶奶，如果闽氏项目的定金没补上会怎么样？定金里有一部分是项目启动资金，如果一周内项目不能正常筹备，属于违约，严氏集团会背负天价违约金。你放心，奶奶，我会想办法的。你想什么办法呀？错又不在你。严之景，如果这件事情你办不好的话，以后严氏集团就跟你没有半毛关系。不动气啊。雨禾，幸亏你回来了，严氏集团有你我就放心了。放心吧，奶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严之景，你还不赶快找白佳佳把钱给我要回来。你还不快滚，你赶紧给我滚，我不想看到你。没事的，奶奶，我会想办法的，会好起来的。您好，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原来这一切早有预谋，我要想办法让自己脱离这个圈套。什么？他欠你1000万？哼，那个死丫头好几年都没回来了。上周我找他要他弟弟的结婚彩礼钱，他说没有，哼，结果连电话都不接我，到现在我都没联系上人。你是他妈妈，我找不到他人就得从你这里要钱。你说他欠你钱，你有凭据吗？无凭无据，我还是你欠我几千万呢。走走走，别耽误我做生意。不行，我今天必须见到他。你想干嘛？老板，1000万的房产抵押可以办吗？可以啊，还款期限是5天，如果5天之后你还不上，那房子可就归我了。行，快的话3天就可以。陆小姐，我有义务告知您 AI 的项目定金已经被转走了，您作为担保方可能会承担一些后续的法律责任。没想到这么快。严之景已经查出来白佳佳没有怀孕，现在已经联系不上白佳佳了。查一下白佳佳老家的地址。是。白佳佳，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我上大学你掏过一分钱吗？总之你要是不拿钱出来，我就把你交给那个姓严的，你看着办吧。佳佳，
别看了，我一个人来的。你来做什么？我是来劝你回头的。严志景挪用的公款都在你这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其实我都知道，只要你答应把严志景转给你的钱交出来，我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的钱都是我自己凭本事赚来的，你自己老公管不住，凭什么把锅甩在我头上？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你不该过这样的生活。闵氏集团的项目定金我已经补上了，为什么二期款还没补过来？技术部门出了点问题，估计要下周了。下周？按照合同，他们昨天就应该把钱打过来了，这太随便了吧？你不也很随便的把钱转走了吗？我那是因为公司的另一个项目。因为是前期资金不足导致的技术部门出现问题，从法律上说他们并没有违约，所以只能慢慢等。喂，李哥。哦，好好好，我马上过来。李哥，我公司资金周转出了一点问题。严总，你之前向我借钱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啊，李哥，我多给你点利息，再宽限我两天。一天？我这要是明天之内还还不上利息和本金，那套别墅就归我。来，喝茶。哎呀！洛儿啊，你现在的球技是突飞猛进呢，再练几杆恐怕我都不是你的对手了。还不是赵叔您教的好。洛小姐，严志景先生到了，在那边等您。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快就上钩了。什么事啊？公司有个项目资金链出现了点问题，能不能先从洛氏周转1000万给我？什么项目啊？我怎么没听银河说过？啊，是他回国前的一个房地产项目。你也知道，现在三线城市的洛氏的项目尾款大部分还没有收回来。再说了，我刚接手集团，随便挪用公司的资金，其他股东会怎么想？严氏不是跟闵氏合作了一个几十亿的项目吗？现在严氏的股份肯定很值钱，如果严总肯让我这个老头子谋点小利，这个忙不是不能帮。赵叔，有什么事您说。把严氏的股份再转让点给我。转让股份？嗯。好了，奶奶您多休息，别轻易动怒。哎，奶奶。严总好。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火龙果。奶奶。奶奶，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是我不对，不应该轻易相信白佳佳的。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这个人。啊，好好好，不提他，不提他。来，奶奶。奶奶。
你能不能先过继一份股份给我？要是没有股份，我现在在公司一点主动权都没有，这个项目最后的利益可能就被洛璇给独占了。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严氏集团有银河在，我完全不用担心会被独吞。至于股份嘛，现在给你还不是时候。知景啊，我为了让你当上严氏集团的继承人，我付出了多少，你怎么就不明白奶奶的良苦用心呢？我知道银河妈妈的死与你无关，都是我一手造成的。银河这次回来，你要好好的配合她的工作，还要忍受她对你的仇恨。我老了是指望不上你了，有银河的一份才有你的一份，严氏集团才有希望。奶奶，我只要10%的股份，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为了还这1000万，我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要是这个钱还不上，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奶奶，你这个逆子，你给我捅了那么多娄子，我是不会管你的。我打死你这个逆子，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滚，你给我滚，滚呐！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姐姐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这是林安收集到的关于奶奶的录音。你不是答应了我不会为难奶奶吗？你听过就知道了。我有事儿先走了。我为了让你当上严氏集团的继承人，我付出了多少，你怎么就不明白奶奶的良苦用心呢？我知道银河妈妈的死与你无关，都是我一手造成的。银河这次回来，你要好好的配合她的工作，还要忍受她对你的仇恨。我黑了公司的网络，这是我收集到的一些关于严奶奶的证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洛小姐安排我帮你复仇的。明总早就发觉严氏这几年发展的速度和实力不成正比，让我暗中收集严氏这几年发展的内幕。照你这么说，洛璇将要独倒严氏集团了。没错，本来洛氏和敏氏就拥有严氏30%的股份，加上赵叔给的10%，他现在已经是严氏集团最大的股东了。而且洛氏那边已经掌握了严总挪用公款的证据。这个逆子就会给我添乱。快坐，你先坐。看来想拿回洛璇手里严氏的股份，就只能把白佳佳交出去。小张，带我去一趟洛家。好。洛爷爷的房间收拾的差不多了，你以后啊就安心住这儿吧。人老了就特别念旧，我和老洛好歹是好几十年的交情，来看看，没想到你们都在这儿。敏少爷你怎么也来了？是我让敏熙来帮忙的，我打算以后就住这了。
听说你成了我们严氏集团的代理董事长了，是这小子给你出的主意吧？不过严之锦从我这儿转走的股份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我有权要回我的股份，你不会连这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吧？可是这样的话，严之锦岂不是要被送进监狱？我劝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我欠你的会还你的，但是你要断我们严家的后路，我不会放过你的。那我可就拭目以待了。严奶奶，严总从小到大一直受您的影响，今天他走到这一步也是他咎由自取，而洛璇也只不过是帮您教育了一下他。我孙子也是受到了白佳佳的蛊惑，我们也是受害者。这样吧，我把白佳佳找出来，把欠你们的还给你。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就请您先回吧，我们还得继续收拾屋子。严奶奶，没事吧？我送你回医院。张叔，严奶奶让我来接你，上车吧。吃啊，怎么样，是不是很难吃啊？好吃啊，我尝尝。你干嘛？哎，你让我尝一口。不行不行，我自己都不够吃，不能吃。你别怪我，我也只是奉命行事。白佳佳，他怎么在这个时候给我发位置共享啊？我妙不过去找找，万一出事了。不许嚎。你要干嘛？白佳佳，严奶奶对你不错吧？你为什么要骗她？我不是故意骗她的，我错了，你能不能先放开我？这是你诱导严之景犯下的错，签了这个认罪书，我就放你走。对了，还有你从严之景那里骗的钱，全部都得还回来。我不签！你们这是让我下半辈子在监狱里过吗？没有那么夸张。
你签了这个认罪书，在里面也就待几年。等你出来之后，你会得到严氏集团 1% 的股份。这 1% 的股份也可以保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还能投资做点小生意。严氏集团的股份，你们自己信吗？再说我从来没有诱导过任何人，都是严之景的错，凭什么要我来承担？白佳佳，依依，别说话。那好，那你就自己在这慢慢想，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跟我谈。救命啊！救命啊！陆晨，在这儿等我一下。救命啊！救命啊！白佳佳，你怎么了？我就知道你们会来救我。干什么呢？这里是丰城晚报，我们接到内部消息，丰城三大集团的严氏集团因涉嫌非法竞标、偷税漏税等一系列罪行，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在严氏集团内部展开了详细的调查。此次事件可能会颠覆丰城商业圈的格局，事件的后续进展我们会持续跟进，希望大家关注。张局长，您身体好吗？别来这套，我听说严氏集团事情省厅都已经知道了，这我可帮不了你，问问别人吧。啊，孙台长啊，您能不能帮我封锁一下消息啊？我不想让严氏集团的事情闹得全城皆知啊。我一猜你就会给我打电话，可是贵集团的事情那不是一个人爆出来，这里面涉及到闵氏、骆氏集团，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奶奶，你这个逆子，我一辈子的心血都毁在了你的身上，逆子，都毁在了你的身上。奶奶，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奶奶，你别吓我！护士，护士，严总，我们已经尽力了，请节哀顺变。你在干什么？申小姐吩咐的，她说让我把你的东西搬到旁边办公室去。我是董事长，你是我的助理，你只能听我的安排。抱歉，严总。哦不，您现在已经不是董事长了，严氏集团的董事长现在是申银河。你说什么？申银河？这是离婚协议书，你要跟我离婚？签字吧。不签。不签字也行，
我就把你挪用公款的罪证交给警察。你在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做了什么事你自己清楚，我现在不想和你有任何瓜葛。洛小姐不起诉你是因为她对你还有感情，我们老大要是生气了，后果可就不一样了。我已经决定了，你自己选择吧。璇儿，洛璇，工作这么忙，特意点了你最喜欢吃的水煮牛肉，来尝尝。我自己来，自己来。诗锦哥哥，我让你保护我一辈子。好，你要是一直保护我，我以后就嫁给你。其实严氏还是很有潜力的，而且和我们洛氏还有很多的合作项目，只要咱们这次帮了他，以后我们两家联合起来一定可以越来越好的。爷爷，行行行，谁让你是我的乖孙儿，还是爷爷对我最好了。哎，不过我跟你说，这是最后一次。洛璇，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放下仇恨，比我预期的快了很多。哪能真的放下呢？不过是放过我自己罢了。我不想变成我自己讨厌的样子。那严之景要一直不跟你离婚呢？对了，你为什么把你在严氏的股份都给盛银河？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也没有什么事值得我去操心了。唯一一件可能就是 AI 电车项目了。我把林安和林渊派去辅佐沈银河了，我想让银河全身心投入到项目中。艾琳啊，嗯，你是不是对沈小姐有意思呀？你别瞎说，我哪有啊？人家沈小姐都说了，叫搬家公司的人来搬，
你还自告奋勇把我也牵扯进来，这不是公司机密吗？怎么能让别人来搬呢？万一要是被窃取了或者怎么样，你负得了责吗？你可真能瞎编、啊、真辛苦你俩了、啊、累坏了吧？哪有，别说这点东西了，就算是把整个严氏集团搬过来都不在话下了。好了，都饿了吧，快来吃点东西。王，你们快点啊，还有你那个搬完这个过去把那个箱子那些给搬走啊。嗯，赶紧的赶紧的。你们干什么、嗯、干嘛搬我家东西啊？少爷，搬家公司的人是我叫来的，钱我已经付过了。法院的人过来说别墅被查封了，让我们赶紧搬走。少爷，这么多年来感谢你们家对我的照顾啊。哎呀，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小心点小心点，你动静怎么这么大呀？气死我了你这。雪儿，我想见你一面，在奶奶之前的火锅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你最喜欢奶奶做的火锅了，那天是洛爷爷带你来的。哎，就坐在那个角落里。再美好的回忆时间长了就淡了。雪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继续保护你。如果你来是跟我说这个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聊的。哎，雪儿，雪儿，雪儿，你别走，雪儿，雪儿，你听我解释。放开我，雪儿，我们谈谈吧，雪儿。我说你放开我，你听见没有？就这样相识到眼前。你想跟我谈什么？谈公司，谈不要离婚，你温暖，还是谈爷爷？雪儿，我不是。你又想说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是吗？爷爷在天上看着呢。雪儿，我知道你对洛爷爷的感情，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你要相信我不是有意的。算我求求你，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各位，由闵氏集团和洛氏集团共同投资研发，由严氏集团负责生产的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天使的概念车型今天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严氏集团目前所有业务都已经井然有序地步上正轨。我相信随着天使的降临，大家手中的股票也会持续攀升。下面有请我们闵总、洛总一起为我们揭开天使的面纱。倒计时三、二、一。洛轩。那个，你别误会，今天是你的生日，这个是给你的生日礼物。哦，原来是
快乐。我也没准备什么饭菜，不然咱还是出去吃吧。想尝尝你的手艺，外面都吃腻了。就是啊，姐，我还没吃过你做的饭呢。那说好，别嫌我做的难吃啊。不会。你来干什么？雪儿，生日快乐。谢谢。我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这个生日礼物是不是很意外？这应该是我送过你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吧？人总是在失去后才学会珍惜。我也是。我发现，没有我，你过得更快乐。就像你说的，爱你不一定是要拥有你，让你自由，让你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这样相识到眼前，想说的话再说一遍。对不起大家，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的兴致。眼泪混杂着思念，痛不心跳的柔软。我没想到他放过我，你至于是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过我，但我知道他现在肯定很内疚。幸福的定义本来就很模糊，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自己的人生，或许我还是希望是现在这样。我经历了才会变得强大，珍惜眼前，怀念过去。